我不喜欢你让我去人族实习，我的心不是驿站，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女子都能住进来的。对不起。我不想听对不起。你不是喜欢做涂山小跟班吗？那你便继续做吧。我拒绝。首先我长大了，其次我现在完全可以护你，第三我与你到现为班配，得寸进尺。